富国会保台湾。保台三步骤，第一个步骤，总统请投蔡英文；第二个步骤，政党票请投民进党；第三个步骤，立委请投李春林。由我们民进党立委出战，台湾人民新北第一，李春林。2020，我们要来表达我们民主进步党是要来保台湾护国会，也希望说我们能够拼国会过半，让我们现在的成绩能够继续的为我们大家来努力。